家好。梁祝，也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美好的爱情的一个传说，就是说他们为了爱情双双化为蝴蝶，成就了一段美好的爱情传说。好，他用英文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般都是用蝴蝶爱人，用英文说起来就是 butterfly lovers。 好，下面跟我们一起来读 butterfly lovers butterfly lovers。 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，再见。